电梯卡是咪啊？千手交我的，我无甲我断影讲清，我无想要写伊的名字。你跟姚母安怎熟识？姚母伫我外口有熟识呐。哪会甲姓姜前女朋友共名？恁两个熟识偌久尔？咪啊对你这么热情，你家己拢袂感觉出奇怪？竟然甲姓姜是结拜兄弟，唔知影敢会影响到总裁计划。好啊，阿强，都是你这个骗子啊！有怪我阿强，别怪我阿强。三立台湾台八点档大戏《愿梦十全果醋》。 美颜，只有你带来我姓林，你可能当替我家己拿摕去疗养院。我摕到头毛啊！安迪副总家里可能真正是管制药物，这管制药品不是慰问疗养院出的。安迪是伫遐出代志的，你都爱负责任。系啊，你莫有白胡乱话哦，讲我清楚，你再……安迪副总家里的管制药物就是这。林美颜，三立台湾台八点档大戏《愿梦十全果醋》。 有三郎，来看安迪副总，即马伫咧病内底。我这条头毛，即个重要物证，麻烦你收好，免安全感应甲送出去，知影无？是嘞，看起来我来毋是时阵。代志毋是你想安尼啦，人找着我厝内，阁毋是安尼？你是检查看伊名声无想要去啊，是嘛？你，你哪会当我白拍人啊？妈，包林血管的草鸡牛就是恁妈妈，竟然连我都骗，你真正足失望。这张麦子哦，是为姚母的身躯顶留落来的，哪会甲姓姜前女朋友共名？ 哪会甲姚母有关？好啊，阿强！你直接好你吃，爽啦！你卖乱啦！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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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
手，卖走陈一凡人，就是咱今麦上好的关系。我就是想想配合 Andy， 为着这么多管制药品。嘿呦啊，陈小春，你卖我白胡乱话哦，管我清楚，你再看你滚！Andy 副总吃到的管制药物就是这林美妍。政府摆得干净，你给我下面谈够。夜莺的声，拍醒了我。爱你的梦已经散，夜灯酒馆，霓虹灯下，爱你的心已碎了。南平相依的运命，才知缘分由天拨由我。一杯茶步，不愿向前行。今仔无你的我，怎样活？干那是躯体。失去的，无奈啊无奈啊，无助苦恼哟。好啊好，揽着相依的运命，才知缘分由天拨由我。你别怕。